我被妻子柳如烟烧死在汽车里。我身患白血病，眼睛一年前也让柳如烟弄瞎了，现在被强行带离医院，绑在驾驶座上。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他的 DNA 消灭。我听到柳如烟咬牙切齿地说，他爸妈今晚就回来了，他的财产必须都是我的。放心，我早有准备，谁也拿不走一分钱。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我听不真切，这就是帮柳如烟夺走我所有股份的人，他到底是谁？我来不及仔细分辨，冰凉的液体淋满我全身，接着高温剧痛迅速吞噬我。我拼命挣扎，发出凄厉的惨叫，眼前一片耀眼白光。周总，柳小姐等着您呢。秘书方慧推醒了正在打盹的我。我一睁眼，眼前是熟悉的办公室，窗外灿烂的阳光刺得我眼睛有点疼。我又能看见了。我赶紧打开手机，死死盯着上面的日期。老天有眼，我回到了5年前，准备为柳如烟支付巨额违约金的那天。5年前，我不嫌弃柳如烟是演艺界的四流小演员，动用所有关系，为她争取了一个当大导演女主角的机会。为了将她推向国际，我柳如烟原经纪公司支付了天价违约金。那时的柳如烟对我感激涕零，我将她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舍不得她受一点苦。我将公司所有的资金花在她身上，为她在演艺界铺好路，终于让她成为国际影星。和柳如烟结婚以后，她还是常年飞国外工作，身体一向健康的我却莫名其妙得了白血病。住院期间，柳如烟停了我所有的治疗，并且刺瞎了我的眼睛，目的是让我看不到合同内容，给她签字。就这样，我作为南城首富，所有财富在短时间内转给了柳如烟，至此一无所有，没有了利用价值。柳如烟想让我快点死，她甚至带男人到我的病房，当着我的面进行深入交流。听着柳如烟与其他男人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我的牙都要咬碎了，一口鲜血喷出来。柳如烟见有效果，更加变本加厉。她告诉我，叫了我多年爸爸的女儿根本不是我的种，只要我死了，她和那个男人以及女儿就要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气得胸腔咯咯作响，一口一口的吐血。但是就是咽不了气，我还有爸妈，他们在国外，我一定要等到他们。最后，柳如烟还是赶在我父母回国前烧死了我，毁了我的 DNA， 让我父母得不到我的一分钱遗产。柳如烟是谁？让他快滚！既然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我就要将曾经经受一切十倍百倍还给这个女人。方慧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吃惊的睁大眼，但他知道我平时都是如何纵容宠爱柳如烟的，不敢擅自做主，只能通报。周总，柳小姐已经到了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柳如烟和他的经纪人走了进来，经纪人是30多岁的瘦高男人，难道上一世帮柳如烟害死我的人是他？我拧紧眉头盯着这个经纪人，本来趾高气扬的经纪人看我黑了脸，吓得躲到一边没说话。倒是一直被我宠坏了的柳如烟上来就质问，违约金5000万为什么还没有支付？我看他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真是被气笑了。什么违约金，与周氏财团有什么关系？快点滚！柳如烟没想到我这么不给他面子，脸色一僵，故作生气地说，周放，我再给你一次机会，3分钟之内给我支付5000万，否则我再也不会理你经纪人这事也帮腔。周总，你们小夫妻吵架不能拿这事开玩笑。如烟没有真生气，您快哄哄他。我听着经纪人尖细的嗓音，确定不是前世烧死我的那个男人。我拿起手机，支付，支付给谁？柳如烟以为我回心转意，勉强挤出一点笑，还算你识相，快点打钱，要不以后你跪下求我，我也不会再见你一面。说完，他拿过我手机，熟练的拨通了前经纪公司的电话。你们看看，这是周放，南城首富的电话，他是我未婚夫，他认识的可都是大人物，他打个喷嚏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告诉你们，快点给我解约，我后面还有大导演的女一号要演呢。我冷冷看着柳如烟拿着我的手机狗仗人势，余光扫过，看到秘书方慧靠在门边，表情复杂。5000万，这是我公司新品芯片的一期投资，前世这就是为了柳如烟，我把本该投在新品研发上的钱不断花在他身上，后来为了投资大导演的电影，让柳如烟演女一号，我甚至停了整个公司的研发，以至于让对手公司赶超了我们。这一世我再也不会这么糊涂了。我拿过手机说，你们要我支付柳如烟解约金5000万，我不会给。并且作为一个商人，我要提醒你们，这种吃里扒外的员工，只要5000万是不是太少了？要是我就把违约金提到1亿。挂断电话后，柳如烟发出尖锐报名，周放，你快点给钱，否则你休想让我再理你。我冲方慧招招手，叫保安把这个女人和她的经纪人都赶出去，以后绝不能再踏入周氏半步。自媒体时代，消息传得很快，半个小时后，柳如烟和她经纪人被周氏财团保安赶出办公楼的视频就在网上传开了。柳如烟态度很嚣张，一直嚷嚷着要我道歉，被保安一脚踢下台阶，鞋都丢了一只。那个经纪人本来以为可以跟柳如烟飞黄腾达，可是看样子是没指望了，就扔下柳如烟自己跑了。看完视频，我放下手机，靠在真皮办公椅上，前一世我为了柳如烟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只为她的事业服务，为了多见她几面，
我堂堂南城首富卑微到随他去剧组，给他当助理的地步。他拍戏心情不好，就打我骂我。有时他半夜说要喝粥，我都得爬起来，开车几十公里去城里给他买粥。有一次，他说味道不对，甚至直接把粥扣在我头上，说是戏中的剧情。他提前试戏，印象中一年冬天他在荒山野岭拍外景，拍完戏之后天已经全黑了，他带上化妆师直接开车走了，把我扔在深山里一天一夜。如果不是遇到好心村民帮忙，我可能就死在那里了。但事后柳如烟对我一撒娇解释，我就原谅了他。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柳如烟的男人，一定要让他实现梦想，支持他的事业，让他成为国际影后，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想想前世的自己真是瞎了眼。我把方慧叫进办公室，你去新别墅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我要搬回老宅住。上一世我给柳如烟买下了南城楼王作为婚房，为此不顾父母反对搬出去和柳如烟同住。这一世我不会这么糊涂了，我要回到爸妈身边尽孝。一周之后，方慧找到我，给我看了一段监控视频。监控中，柳如烟和我派去看房子的老管家赤条条滚在一起。完事之后，他递给老管家一个盒子，那个盒子被老管家偷偷摸摸的塞在了我的枕头底下。周总，我不是故意要在你家安监控的。方慧有些紧张的解释。上次您让我去取东西搬回老宅住，我去楼王别墅里看了一下，发现里面都是贵重的瓷器和名画，为了保证您的财产安全，我才擅自安装了监控，没有想到录下了这些。您别生气生气，我生什么气？前世对于柳如烟我可太了解了，她毫无人性，没有底线，说她是个披着人皮的魔鬼也不过分。现在她和我的老管家搞在一起，无非是想从别墅里取走一些东西支付违约金。难道老管家就是前世和他一起害死我的人？不对，老管家服侍我多年，我记得他的声音，绝不是临死前听到的那个。所以柳如烟身边还有其他男人。方慧见我不说话，更加不安，赶紧说，周总，这件事是我僭越了，我马上删除视频，取走监控，不用我摆摆手，你找人去把老管家放在我枕头底下的盒子拿去检测，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至于其他一切照旧，千万不要让老管家和柳如烟产生怀疑。方慧虽然不知道我的用意，但还是一切照办了。看着他勤勤恳恳为我办事，我忽然觉得上一世我对这个忠心耿耿的秘书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检测结果一周之后就出来了，盒子里是一条手链，表面看着没有问题，但是其中的扣件使用了放射金属，长期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我拿着检测报告冷笑出声，原来我前世的白血病就是这么得的。柳如烟利用姿色勾引老管家，让老管家在我身边摆放放射性物品，损我健康，害我得白血病。算盘打得挺好，可惜我不会再给柳如烟这个机会了。我让方慧把盒子放回原处。下班之后，我打电话给老管家，从今天往后，你不用睡佣人房了，你睡在我的卧室里，我不常回去住，不喜欢卧室里没有人气。冷冷清清的老管家听罢，千恩万谢。我在电脑上查监控，果然，老管家挂了我的电话后，就欢天喜地搬进我的卧室了。与我预料的一样，柳如烟绝不会把手链的真实情况告诉老管家，老管家只是他计划中的一枚棋子，而不是他真正的帮手。至于老管家，既然抵抗不了柳如烟的诱惑，那就好好领教一下这个女人的手段吧。1个月之后，我的公司筹备召开新品芯片发布会，这可是我和研发团队辛辛苦苦3年才推出的产品，在国际上都是领先水平。周氏财团的股票在一周前就开始疯狂上涨，这充分说明投资人也极为看好新品芯片的应用前景。在发布会召开的前1个小时，我在做发布会的准备，方慧在和我对演讲稿件，并且为我整理着领带，看着她专注认真的模样，我心里升起了一些愧疚。这次新品发布会之后，我会将你升职为副总经理，希望你能在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想到方慧摇摇头，周总，我还是希望在您身边工作。她话没说完，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满头大汗的冲进来，周总，不好了。KK 科技抢先我们1个小时发布了新品芯片，所有参数与我们的新品接近。投资人说，我们的新品已经没有发布的必要。现在股价断崖下跌，方慧大惊失色，怎么可能？我们每一步研发都有专利，怎么可能被替代？我阴沉的脸，大步往外走，去 KK 总部，我倒要看看周氏的新品怎么就成了他们的产品。刚到1楼大厅，就大门外的记者蜂拥而至。周总，您让柳如烟小姐4年打胎8次是不是真的？您对柳如烟小姐始乱终弃，现在对她不管不顾，她要被经纪公司逼死了，你知道吗？柳小姐现在在周氏办公楼的顶层，她要被你逼得跳楼了。赶到办公楼楼顶，我看到一身白色长裙哭得梨花带雨的柳如烟，她站在栏杆边，举着手里的孕检报告，周围都是拿着长枪短炮相机的记者，空中还有4、5架无人机在拍摄着远景。这阵仗显然不是她一个四流小明星能动用的。周放当初看中我，胁迫我委身于他，他现在玩腻了，就要把我一脚踢开，还联合我的经纪公司封杀我，
让我支付巨额违约金，我只是一个有演艺梦想、山村里出来的孩子。他有钱有势就能把人往死里逼吗？我长期被他侵犯，经常流产，已经很难怀孕。可是现在我怀孕了，想要生下这个孩子，周放却逼着我打胎，我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打胎，否则我会大出血死亡的。周放，我求求你，你别逼我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对抗不了你这样的权贵。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求你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吧，求求你了。柳如烟不愧是演员，这几句话说的声泪俱下，把屏幕外面的看直播的网友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网上此时铺天盖地都是骂我的言论，恃强凌弱，要逼死女人，恶棍、渣男，有几个臭钱就丧尽天良，亲生骨肉都要加害，会遭到报应的。网上舆论不断发酵，周氏财团股价还在下跌。工作人员这时拿来平板电脑，上面显示投资人集体给我施压，要求我马上申请紧急停牌。看到诬陷产生效果，柳如烟表演得更加卖力，她朝着我扑通一声跪下，不停地磕头，求求周总放过我们母子，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你之前说过你姨妈需要我的肾，只要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我就给她捐肾、捐肝、捐眼角膜。她这样的话让网上的舆论更加炸裂，天哪，有钱就为所欲为吗？小姐姐是要被这个渣男欺负死吗？渣男不得好死，周氏财团一声黑，我根本没有姨妈，也从没有说要她的肾，我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恶毒的女人，这个披着羊皮的狼。虽然柳如烟此时在不停向我磕头，一副柔弱白莲花的样子，可是眼角却带着狡诈的得意，看来她这次是要利用网上舆论，不仅要毁了我，还要毁了周氏财团，我的整个家族。周总，我要是你就赶快答应柳如烟小姐，恳求她的原谅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我瞥了一眼，没搭理他。这个男人继续走到记者面前，自我介绍，我是 KK 公司总裁张远。我们公司正好在附近开新品发布会，刚散会就得知了周氏财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赶来帮忙。我好整以暇的盯着张远，这是什么帮忙？这不是落井下石来了吗？张远走到柳如烟面前扶起她，柳小姐，我刚才听到你的事情深表同情。 KK 公司不仅是先进的科技公司，也是负有社会责任的良心企业，我宣布我公司将对柳小姐进行无偿法律援助，不仅要帮她脱离前经纪公司的压榨，还要让她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说到这里，她看了一眼我，我可不像有的人仗着有几个臭钱就欺负女性，我们 KK 公司是最有正义感最有诚信的企业。我看张远大义凛然地说完这一切，心里已经了然，原来今天动用这么多媒体与柳如烟勾结，在周氏集团办公楼里搞事情的背后主使就是这位张远。我冲方慧点了下头，方慧拿着手机走到媒体面前，她身材高挑，相貌端庄，良好的教育让她举手投足间都有说不出的优雅高贵。柳如烟小姐的孕检单发到网上，网友都看到了，她已怀孕四周。方慧声音清脆响亮，我已把周总的工作日程发出，一个月前周总一直在国外与投资人开会，根本没有时间和柳如烟小姐在一起制造小生命。另外我有一段视频和各位分享，一定会让各位记者大开眼界。记者将信将疑的点开视频，就看到柳如烟和老管家在床上滚来滚去的画面，虽然重要部位都已经打了码，但也足够让人三观尽碎了。这个老头得有六七十岁了吧，天哪，我需要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洗眼睛，洗眼睛。网友们的反应炸了锅。方慧继续说，这是一个月前在周总别墅里拍到的，画面中的男子是看房子的佣人柳如烟女士，没有经周总同意就潜入别墅与佣人私会，并在离开时带走了别墅里的两幅古画。这件事周总已经报警，柳如烟没有想到他与老管家的事情会被拍下，穷凶极恶的要向我扑来，不，不是真的，都是电脑合成的，不是我，不是我。我冷冷看着他，是不是你得警方说了算，但是丢失的古画你必须还回来。忽然的反转让网上舆论霎时转了向，这是真的吗？为了盗窃委身佣人敲诈主人，还了老头的孩子，还让主人喜当爹，这个女人还有没有廉耻了？我看了一眼手机，周氏财团股价已经企稳缓慢上升中。这时警察已经来到楼顶，他们走向柳如烟，柳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大叫，不是我，你们应该抓周放，是他，他是罪魁祸首，他要挖我的肾，挖我的肝，他要让我打胎。说着他往栏杆那里迈了一步，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一尸两命。警察掏出麻醉枪，柳小姐拒捕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柳如烟死死抓着楼顶栏杆，挣扎了许久也没有勇气跳下去，警察一个箭步冲过来制服了他，把他带走了。这些画面都被记者一步不漏的同步到网上，网上舆论对我已是一片同情。周氏财团有好几个热搜，股价直线拉升。张远请了这么多记者来，本想看我如何一败涂地，没想到却帮我自证清白。眼看舆论难以翻转，他招招手想带着这些记者灰溜溜的离开，我一把拦住他，张总怎么可以现在就走？周氏财团的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张远脖子一梗，
KK 科技刚发布的新品芯片已是国际领先，你们还有发布的必要吗？我微微一笑，有没有？你看看不就知道了。记者也不想错失这个机会，纷纷举着摄像机跟着我进了会议室。我让方慧把大屏幕上的字从新品芯片 1.0 换成了 2.0。 本想看我笑话的张远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新品芯片 1.0， 一个小时之后你们竟然能升级到 2.0。 我从容不迫地走上台，仔细介绍新品芯片 2.0 的性能，果然比一个小时之前 KK 科技发布的产品从性能到效率都提高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有了我的新品芯片 2.0， KK 科技一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新品已经被淘汰， KK 科技新品在市场上的寿命只有这么一个小时。我看着坐在台下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张远，暗暗发笑，他今天回去肯定会被董事会要求辞职的，因为不是原始股东，没有这个职位，他在 KK 科技就一文不值，会被扫地出门。不过张远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谁让他选择和柳如烟这样的女人联手，既然选择和魔鬼同路，那必然会受到魔鬼的反噬。满头冷汗的张远实在是坐不住了，准备起身离开。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冲他伸出手，感谢张总出席周氏财团新品芯片 2.0 发布会，他并没有心情和我握手，恶狠狠地撞了一下我说，你别太得意，走着瞧。对于他的威胁我毫不在意，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近距离听张远说话，让我可以确定他也不是前世那个帮柳如烟烧死我的男人。接下来的一个月，我都在为新品芯片 2.0 上市而加班加点，基本上都睡在办公室。方慧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我们每天在一起吃工作餐，有说有笑。我发现他与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有相同的爱好，相同的专业。在国外读同一所大学，他是比我小三届的学妹，他还是人工智能国际大赛的前三选手。我真是替自己不值，前世这么优秀的女孩在自己身边，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全身心都被柳如烟那个魔鬼给吸引走了。不是眼瞎心盲是什么？有一天加班很晚了，我让方慧坐我的车随路送她回家。在车上，方慧终于问出了困扰她很久的问题，赵总，您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KK 科技会抢先我们推出新品芯片？我看了一眼后视镜，不置可否，我不能告诉她，在前世 KK 公司就是这么操作的，只是当时的我正陪柳如烟在剧组，每天给她端茶倒水打伞，根本没有心思去追究为什么 KK 科技的产品与我们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如此相似。现在回想起来，有段时间柳如烟天天来我办公室，我出去开会，她就可以随意打开我的电脑，所以新品芯片的资料就是那个时间丢的。可以想见，柳如烟将周氏财团新品资料卖给 KK 科技，才有后来周氏财团被赶超一事。不过好在这一事我已将一切改写。见我不说话，方慧若有所思点点头，这件事上我很佩服您，您在 KK 科技推出新品芯片 1.0 后，果断将我们还在测试的 2.0 推出，彻底夺回市场，但这也是兵行险招。还好我们的新品芯片 2.0 经受住了考验，运行流畅。我微微一笑，没有高风险哪有高收益呢？忽然汽车前方窜出一个人影，拦在路中间，我大吃一惊，紧急刹车，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一个女人冲过来拍打着我的车门。我一看，这不是柳如烟吗？周放，老公，快开门，救救我，张远带人来抓我，被他们抓住就死路一条了。柳如烟满脸惊恐拼命求救，我斜眼看着她无动于衷，想来因为她怀孕从警局被保释，却没想到离开警察局她反而更危险。周放，我错了，求你原谅我一次，求你让我上车救救我。柳如烟跪在车前，抡开胳膊左右开弓的给自己巴掌，噼噼啪啪一通下来，她的脸已经被自己抽肿，嘴角流出了血。可惜我已经不是前世那个恋爱脑了，魔鬼就是魔鬼，不管他装得多可怜，他那颗肮脏的心我早就看透了。我手打方向盘绕开下跪的柳如烟，一脚油门就开走了。接着我从后视镜中看到路边埋伏的几个手拿铁棍的男人跑出来，一脚把柳如烟踢翻。我打开车窗，他们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你不是说能把他骗下车吗？他是南城首富，绑了他才有钱，你这个贱人有什么油水，打打死这个贱人。我关上车窗，快速驰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方慧在车后座上开口，周总，我看那几个拿钢管的人好像是原来跟着张远的，张远因为芯片事件已经被 KK 科技开除，还要给公司大笔赔偿，听说现在已经负债累累，我一点也不意外。柳如烟想骗我下车，让张远他们绑架敲诈周氏财团钱的计划落空了，他今天晚上可要好好想想怎么才能平息张远一伙的怒气了。由于发生张远绑架未遂的事件，我加强了整个周氏财团的安保级别，并且给老宅也换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保镖。有一天方慧来办公室找我，他指着身后的黑衣保镖说，周总，除了您的父母，我也要配贴身保镖吗？我果断点点头，你对我的公司来说很重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要保证你的安全。方慧脸上忽然泛起淡淡的红晕，眼睛亮晶晶的看了我一眼，退了出去。
有了得力的安保，我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新品芯片 2.0 投入市场反响很好，订单不断增加，我和方慧在公司加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就这么过了大半年，忽然有一天，前台打来电话，说有人要公司门口割腕自杀。我和方慧下楼，看到站在办公楼门口的柳如烟，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脚上的破胶鞋只剩一只，此时正拿着小刀划破手腕，鲜血滴滴答答流在地上。周放，你终于肯来见我了，她指着左眼，那里是一块渗血的纱布。我被张远他们打瞎了一只眼，也流产了，还被卖到山沟里。我是钻进卖猪的车，藏在猪肚子底下才逃出来的，求求你收留我，你是爱我的是不是？之前你对我百依百顺，你说你会永远对我好的，永远宠我。我看着他一脸肮脏的模样，一阵反胃，转头叫保安，为什么神经病也要出现在公司门口？你们每个月工资都是白领的。这时被保安钳制住的柳如烟忽然发了疯，不断发出野兽般的喊叫，并张嘴撕咬保安的手。我有传染病，我有传染病。保安一听他这么说，生怕被他咬到得病，吓得松了手。这个女人双眼通红的举着刀子向我冲来。周放，你竟然敢这么对我，那你就给我去死。我震惊立在那里，忽然一个纤细苗条的身影冲过来，死死抱住我，把他的后背留给柳如烟。这分明是要替我挨一刀啊。是方慧，真没有想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他竟然想到用自己的生命来救我。啊。一声惨叫传来。我和方慧同时回头，只见柳如烟后腰中刀，倒在血泊之中。而捅他刀子的人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光头老人。经过前世的遭遇，我知道这是经过化疗的结果。这个老头握着带血的刀哈哈大笑，这个坏女人给我个盒子放卧室。让我得白血病，我恨不能把你千刀万剐，我活不成你也别想活，哈哈哈。方慧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幕，这个人好像是那个看别墅的老管家，我不想让他再看到这一对丑陋的男女，就搂着他护送他回到楼上办公室。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我和方慧的关系更进一步，他答应了我的表白，我们开始了正式恋爱。为了表示对方慧的尊重，我决定正式将他介绍给我的父母。这天下班之后，我买好礼品开车去老宅。车上方慧告诉我，那天柳如烟被刺一刀后送到医院，摘出了一个肾脏，他没有钱做后续治疗，欠一大笔手术费，偷跑出医院后不知去向。我开着车波澜不惊，他之前在办公楼楼顶当着许多媒体面说要给我姨妈挖肾，可惜我没有姨妈，但是他这颗肾终于是没保住。方慧感慨道，真是害人不成终害己。由于是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父母对方慧十分重视，都备下贵重的礼物给她。就在方慧陪我父母坐在沙发上说话时，我父亲忽然流起了鼻血，并且很难止住。前世我的生病经历让我立刻紧张起来，马上安排司机护送我父母去医院做全身检查。接着我让方慧找专门的检测机构把老宅里里外外检测一遍，检测机构在门口放着一堆礼品中发现了一个有强辐射的盒子，拍照给我看。我和方慧看到照片都大吃一惊，这不是和放在楼王别墅里的盒子一模一样吗？我马上查这些礼品来源，竟然是周氏财团过中秋节时给我父母送的礼物。原来那个前世帮柳如烟烧死我的人竟然是自己公司里的内鬼。当前世这个杀死我的凶手终于站在我面前时，我内心竟然极为平静。我看着眼前的简历，李平，28岁，现在的职位是财务部副总监。也对，如果不是财务部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周氏财团准确的财产信息，也不可能那么精准的转移走我所有的财产。我让人查清了这个李平的来路，原来他与柳如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为了让柳如烟圆明星梦，这个李平甚至能一天打三份工供柳如烟挥霍。李平进入周氏财团也是一年前由柳如烟介绍的，既然两人感情如此深厚，那就请锁死吧。现在的柳如烟一身伤病一无所有，一定会抱紧李平不松手。李平身在财务部门，自然会想尽办法为柳如烟赚钱，我看破这一点，这一世就不会给他们这机会。你们不是要贪污转移公司财产吗？那就去别的公司吧，比如正在创业中的张远公司。我找人给李平写了一封推荐信，把他的财务能力吹得天花乱坠，张远一看就心动了，开出高薪把李平从周氏财团挖走了。这个祸害离开公司之后，我将公司人员好好调查了一番，确定在没有与柳如烟张远有关系的人才算松了口气。我让人暗中盯着柳如烟与李平，这两人在城中村租了一套房。柳如烟以前是小明星，又有我一直宠着照顾着，早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李平的工资根本不够他挥霍。李平不得已又在外面找了一个兼职，可是他们两人的生活还是入不敷出。为了钱的事，柳如烟对李平是大吵小吵不断，但是李平从来不生气，还是竭尽所能的满足柳如烟。渐渐的，李平拿回家的钱增加了，两人的争吵变少。得到这个消息，我微微一笑，让人传话给张远，说他的账上的资金快没了。果然一天之后，我派去盯梢的人给我传来视频，张远和他那一伙曾打算绑架我的混混兄弟，
拿着铁棍子杀到了李平和柳如烟的出租屋里。因为张远经过查账，发现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被挪用走了，如果再发现晚点，账上就一分钱都没有了。但可惜的是，柳如烟与李平十分狡猾，竟然嗅出了危险，提前跑路了。张远一伙没有抓到人，只能把他们的出租屋砸了个稀烂。李平和柳如烟跑了，但是李平挪用公司资金是事实，他再也不能在南城工作了。我父母在医院做好详细的检查，又经过医生的调养，身体完全恢复。但我不敢让他们再回老宅，就把父母送出国疗养。周氏财团新品芯片大受欢迎，我又趁热打铁，一年后推出了新品 3.0。周氏财团股票已经涨了2倍，投资人天天都要把我的电话打爆，全是要追加投资的。方慧虽然是我的女朋友，却全然没有娇气，每天陪着我加班，吃盒饭，毫无怨言。我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她太多。新品芯片 3.0 发布会后，我向方慧求婚成功，婚礼定在地中海的小岛上举行，方慧先休假去做婚礼筹备工作。我还在国内处理产品上市的一些事务，工作原因，我去北城出差。晚上商务伙伴邀请去酒吧喝酒，却没想到遇到了柳如烟。她穿着廉价的迷你裙，在每一个包厢里穿梭，找机会接近衣着显贵之人。一会夹子音陪酒，一会彻底胸口衣服往别人身上靠。但就算是浓妆艳抹，她的眼睛上的疤痕还是看得出来，所以没有几个男人上她的当。她钻进一个包厢，很快就会被赶出来。因为我坐在贵宾包厢的角落里，并且身边始终跟着两个保镖。柳如烟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我，可是却给我冷眼观察她的机会。她已经完完全全成为酒吧里最不入流的捞女，只可惜还是想捞捞不着的那种。不过，这比被卖进山沟里的境遇已经不知好了多少。过了一会，我去洗手间，回包间的路上，听到了柳如烟气急败坏的叫骂声。她贴了一晚上，什么也贴到，碰了一鼻子灰，心情显然不好。我顺着声音走过去，看到站在酒吧阴暗角落里的柳如烟与李平。李平穿着男模的衣服，化了妆，低头听着柳如烟的咒骂。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遇到你这个窝囊废，一天赚不了100块钱，我要你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我已经约好了，下个星期你和我做角膜移植和肾移植手术。我的器官全了，才能赚钱，靠你什么也靠不上。对了，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那个客人服务好了，他给的钱多。终于，闷不作声的李平抬起头，我不想去，求你了，那个老头是个变态。柳如烟一个巴掌抽过去，李平头歪到一边，不去怎么赚钱？不赚钱怎么给我移植？快去，窝囊废。李平默默转过身离开，他像鸭子一样弯着腿走路。看他如此古怪的走路姿势，我不由得皱眉，他不会已经被，不过尊重他人命运。他既然选择了柳如烟这样的女人，那他就要甘心情愿与魔鬼共度地狱18层，这才哪到哪呀，对比我上一世受苦，他可算是享福多了。我和方慧的海岛婚礼如期举行，亲朋好友都来道贺，场面温馨而热闹。婚礼过后，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与方慧在海岛上共度蜜月。这一天，我在沙滩躺椅上看日落，方慧走过来坐到我怀里，给我看了一个视频。这是一则社会新闻，在监控里，昏暗的落灯下，柳如烟与李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接着李平抄起路边的一根木棍，将柳如烟打倒在地，可能是压抑了太久的愤怒，他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抽打着柳如烟，直到柳如烟一动不动了，他的抽打还没有停下。也不知藏了多少仇恨，他专门照着柳如烟的头打。后来柳如烟的头都被打成一堆烂泥了，他的动作才停下。接着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浇满柳如烟全身，然后点燃汽油焚烧柳如烟的尸体。警察很快赶来，控制住了李平。在把他往巡逻车上押送时，他忽然对着拍摄的镜头诡异一笑，我很快会没事的。我已经销毁了柳如烟的 DNA， 他从南城首富那里继承的遗产都是我的。我是他的法定丈夫，我现在是南城首富，我是有钱人，我有花不完的钱，哈哈哈哈。视频在这里戛然而止。我知道李平也重生了，只可惜他重生的时间太晚了。柳如烟没有遗产，他也不会有钱，他的余生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上一世柳如烟让李平烧死了我，这一世他自己被李平烧成灰，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因果报应。我搂紧方慧，看着落日融金，这一世我只想好好珍惜眼前人，温暖幸福地走下去。全文完。